多少头发？40度吧，39。啊！抬杠是不是？哦，抬杠这块儿绝对拿捏的死死的。哎，哇塞！哎呀，来吧！哇！哇塞！哇！咱就在这拍一期好不好？太舒服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有这么多碎屑和手套啊？不知道。我好怕呀！ 我实不相瞒，我昨天做梦都在猜今天要干嘛，我好害怕呀！啊！我没想要上来呀，非得拿吗？好慌呀！我天哪！不要猜，你不会猜到的，大哥。哇！哇！这是什么吹气啊？这是什么吹气？下面有请我们的念实验手册大使李荣浩宣读手册内容。念册大使，念册大使，念册大使李荣浩宣读手册内容。坐会儿，坐先开头啊，简介：生活中意想不到。 智力实验手册就可能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历史。我们能听懂，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力量的追寻，就从未停止过。我们渴望着无比强大，不过受限于肉体凡胎，常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生活中许多看似平平无奇的物品，它们可不一样，它们能产生超乎想象的力。今天我们就通过实验研究它们的意想不到之处。就怕有这么一句话。 生活中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平凡之物，却能发挥巨大的能量。一粒口香糖能敲开坚固的椰子壳，妈呀！一包方便面就能修补破裂的墙。今天，嗨放派成员们还有什么东西呢？将通过对这些物品的研究，怎样感受到强大的力量？等待他们的第一项实验是什么呢？实验一。 排气管如何产生发射材质的力？排气管？是排气管，材质是这个。可以吹呀、啊！你吹到什么时候？吹到什么时候？这个味儿确实有点顶。排气管一根被大家严重低估的管。 没有，我们没有低估它。我从来没有低估过排气管。我特别尊重它，特别尊重排气管。我尊重的世界万物。<笑>主要是排气管。<笑>排气管，让它出现在空调上，大家会说好丑啊，把它藏起来。让它出现在抽油烟器上，大家会说好脏啊，上面全是油。在这项实验中，我们要研究的是平凡之物是排气管。据说。 甩动排气管能让精子洒满天空。是这样。对对。哇！哎呦！哇！哇！可以。哇！当我们使劲甩管的时候，管内空气会因为离心力而被甩出。此时管内的空气变少了，管外的大气压高于管内，气流从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所以管子下端的空气会向管内进行填充。 管口附近的物品就会跟着气流一起吸到管内了。接下来，请成员们分为两人一组进行对决吧。来，我们俩一组，我自己，我一会儿帮你，我一会儿帮你。开始！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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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这啥玩意儿？使点劲儿甩行不行啊？使点劲儿甩行不行啊？你这啥玩意儿？它是甩不起。软绵无力。使点劲儿甩。你这啥玩意儿？它是甩不起。来来来。 哇哇！你看，哇哇！还得是大孙啊！
你看刘仁兄他。浩哥那边已经天子散花。我这边已经。还挺好看。还挺好看。浩哥那边已经天子散花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吧，再来吧，再来吧。甩呀、啊！浩哥那边是可以的。甩还有一点，马上就完事了，成长。哎，还有一点，马上就完事了，成长。你别，你使劲甩。好，没劲儿了。加油！甩不甩？好，好，没劲儿了。甩，甩。停！好，没了吧？好，可以了。没了，没了，没了，可以了，没了，没了。甩。停停停停停停。哎，不行了，哎。但是浩哥赢了耶、yeah, 甩管王浩哥37年了、哦、够快了浩哥哎呀这个玩意儿就是实力到这儿哥哥你甩管甩得真快是吗甩管甩得真快啊那不是我戏纸戏的好戏纸戏的也不错甩管王和戏纸王锡纸王好像是有点锡纸烫的意思就这么做完了一个实验甩甩一甩就完事了太简单了不是他主要后面有一句口号哥哥你好大力好要齐声赞美啊那咱们说吧来吧他来了对来来来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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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挺累来吧来咱们内容咱们的中戏使用的哥哥好三二一哥哥你好大的力哥哥你好大的力是不是不开心啊听这种对感觉有点被侮辱到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占便宜占便宜好难受呀、啊、我这一生都没说过这句话那来吧我们来第二个实验吧哦实验二哪种厕所用品可以产生强大的力让你悬空一分钟强大的力皮揣子呗皮揣怎么让你悬空一分钟啊吊着吗你能吊着你啊不可能我肯定不可能那得看多大的揣子吧哦对大皮揣子巨大的大肥皂盒你看还是这个管插一个空调吸上去钻进去你以为他们不会准备吗你以为他们不会准备吗请前往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卫生间进行下一个实验吧啊厕所了哦哇走走去卫生间走回吧换衣服换衣服走哥哥冲澡，我一步，我一步，我一步。哥哥安光先冲澡，水儿。哇，真不错。走，走，去找真相，就是嗨饭。我们接下来就是去厕所是吗？在我们侧长的带领下，对对对，入厕。今天是浩哥新歌发的第一天，首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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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他给我们来一个清唱吧。你要忘了不可能，我再整一句。咱这首发第一天不得放下来。哇哦！哇哦！
若无其事认输，也想祝你幸福。我就不出席了告别晚餐，他比我更懂你初识缘。你又不能在那装懂，你能听懂吗？你又是音乐人了，不一定能听懂，那我听进去了。这词曲全是你的，对吧？对，我看过荣浩哥的那个，上面写的全是自己的名字。不让别人挣一分钱，不是，还是有人可以赚一点，发几次发那个。哎呀，到厕所了吗？怎么卫生间里还有黑布啊？到厕所了吗？怎么卫生间里还有？